传张照片。有的。然后发我看看吗？我给你找一下啊，稍等。只能是你长得才像草泥马。等一下。哦，你长得像我羊驼，不知道。我说错了啊，但是差不多一个意思。没有全身的，只有半身的，可以吗？你这么漂亮，连个全身照都没有啊，太真实了。就是只有半身的。老妈，全身的话好像也有。给我来一碗蛋炒饭，加两个蛋，然后给我那个老干妈给我拿一下。那傻子碰老干妈不给。可以的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观察员小姐，其实是我妈。如果我不出门一个月，她就给我20000块钱。我摊牌了。这么好的生活吗？我羡慕啊。这是你啊。嗯，你长得好像羊驼。你才像羊驼呢。我像羊驼。我哪里像羊驼了？我现在极其怀疑你这个小姐拿网图来糊弄老板，把老板当睿智。我不用网图的好吧？你不用网图吧？嗯。你有多少粉丝，小姐？我500多个吧。500多，你怎么样证明你不是网图？我有视频啊。哦，懂意思了。行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如果这个是你本人的话，我给你涨10000个粉丝。真假的？我去淘宝给你买10000个粉丝。你刚才说我像羊驼。那不开玩笑的吗，小姐？开不起玩笑是吧？开得起，开得起呀、啊！开得起啊！瞬间开心，兄弟们，给他涨10000个粉丝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我的新年愿望，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满足一下我？当然，10000个粉丝肯定不行，是吧？涨个2000个粉丝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给小姐涨个5000个粉丝吧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大家动动你们性感的小手啊，现在才1000个人关注吗？兄弟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新年愿望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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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了个 DJ 不给我扎这个人，小心点！我操！我操！起来！喂！喂！起来，可以。哎呀，这个鳄鱼这么烦吗？哎，我扎扎扎死，折磨，难不难受？别急，
哎，你咋掉了呢，小野？溜溜。我不知道。感谢皮皮潘达送的一个团圆火箭，谢谢七七睡不着送的飞机。兄弟们，弹幕走一波大气，送给皮皮潘达。谢谢皮皮潘达。颁奖。小姐怎么掉了呢？小姐，我连一下，我连一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一下哦。好的，小姐。不好意思。等我一下下。你那你声音又好听，长得又好看，你还，那你干啥？你赚的钱也不止干陪玩赚的陪玩啊。但是我一直想按比心，就是我也挺喜欢打游戏的，我觉得打游戏还挺快乐的，就是个人喜欢吧。哦，那你图个啥呀？那不你看就遇到你打游戏了，我也挺开心啊，就图个乐呵嘛。图个乐呵。是的，回来了。图个乐呵太羞了，你大过年接单图个乐呵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新年的第一单吗？渣沉默，哎，别怂，起来，哎，死了，哎，不然能图什么？啊，渣，图你年纪大，图你不洗澡。哎，你怎么小姐？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不洗澡？你是不是偷偷偷窥我？真假的？真的呀，小姐。不是，年轻人有不洗澡的吗？那肯定啊，我用了我的搓泥宝，我基本上一个月洗一次澡，小姐。搓泥宝。对。什么搓泥宝？就洗澡用的沐浴露，类似于沐浴露啊，搓泥宝。你平时不搓吗？那。你那是脱皮了吧，不是搓泥宝吧？你平时会洗澡吗？我会洗，但是我不太搓。你不搓呀？你不搓我怎么下灰呀，小姐？怎么就下灰了？开始。我没有灰。你没灰呀？咋了？嗯。你为什么没有灰呀？那可能就是反正没有那么多。哦，你一般洗澡的话一般洗几分钟啊？洗澡的话一般半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差不多。那挺久的呀感觉。我看明白了，你没有女朋友是不是？不是，老妈我在打游戏，你别搞我搞了。你刚才说啥，小姐？我说你没有女朋友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小姐？你要给我介绍一下啊？那我就说我嘛，情人节都要到了。然后呢？那我们俩就凑合凑合呗。女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咋凑合？怎么个凑合法？你不说呀？怎么？那我们俩就凑合凑合一起过节嘛。怎么个凑合法？你说说看。那一起过个节不香吗？你要一个人过节吗？你在山东过什么节？讲道理，咱都不是一个地方的过节。小野挺会口嗨啊你啊。那要不然你来比心，你开个资质，然后我点你点一天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还真有比心号，你过来点，给我点关注来。我叫你，我把我的比心动态给你，你关注一下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你有没有资质啊？那你粉丝还没我多呀，小姐，我都有几千个粉丝。真假的？真的呀。
你也是陪玩吗？我淘宝买的号呀，小小姐。嗯。啊？像你们女孩子是不是每个节日都要来点礼物啥的？啊？嗯，那多少也是要有一点的吧。为什么要有啊？为什么不是女孩子给男孩子送啊？啊？那你不讲理呀？我不讲理，我怎么不讲理了？那我也可以给你送啊，那你也得送啊，对不对？相互的嘛。我们俩来了。气不气？脑不脑溢血？大鳄鱼？这一波气不气？我操！不是，那我给你下个包贴，给你当情人节礼物可以吗？操了个 DJ， 我靠！你刚才说啥，小姐？嗯，我说我给你下个包贴，给你当情人节礼物。你给我下个包贴是吧？嗯，摆多久不太行了。这么真实啊？嗯，那就裂开了，我吐了。嗯谢谢叔叔。嗯，包天，你要包天我是吧？嗯小姐，其实我摊牌了，其实我现在在直播。啊？在哪儿啊？哇！哎，你家放炮了？这烟花是你雇的演员吗？哇，有点吵。你家咋放炮了？哎呀，蓝莓了。嗯，你在家里住吗，小姐？对，但我现在不在家。哎呦，有点吵，不好意思。你不在家，你在哪儿，小姐？你在网吧？不至于，大过年的。我现在在外面，就是因为要打游戏嘛。外面是啥意思？妈的，真的是。就是现在我在之前租的那个房子里面，没有回家。哦，这是个鞭炮，这么难抽吗，兄弟？给你一波新年祝福啊！这么狠吗，小鳄鱼？嗯。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不跟你玩了，没套。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别送了啊。再送输了，小姐，这把我带你赢的话，你能不能喊我一声好听的？啊，可以，你想听什么好听的？什么好听？我在直播，小姐，你可以满足我直播间关注三个小要求。你真的在直播吗？我真在直播，骗你的吗？我觉得等会儿的，你在哪里直播啊？你直播间有观众吗？我直播间现在就18个观众。哦，刚开始播是吗？没有，我就18个，我播好几年了。播好几年了，播多久了呀？播了两三年了。那这18个观众是僵尸粉吗？他们说话了吗？都播两三年了，18个还是僵尸粉，那太秀了吧。嗯，那你就每天直播运送联盟是吗？
是的呀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哎，别说，也差不多，玩比心也玩的挺久了。不是这十八个老铁，现在十九个老铁了，十九个人过来看我，你等下能满足我这些兄弟的三个新年愿望吗？行不行？可以、啊，可以吧？这把如果我带你赢了，可以可以、啊，你觉得我这把能带你赢吗？必须噻，必须可以、啊。必须谁啊？咱现在我虽然说现在人不多啊，但是你打得好，到时候让十九个水友给你点点关注啥的，可以吧？可以、啊，我这靠你了。这个鱼是真的太下饭了啊！不跟我打，来给我越塔来，这么不讲武德！我扎沉默，然后呢？哎呀，我操了个提前！哎呦，吓人呢、啊！这个皎月七杠二，我靠，还不走啊？不走，你人没了，我溜了。像你平时会直播吗？我平时偶尔的时候，就我直播比较少，因为……哎呀我操！哎呀我操！兄弟，你给我头 K 了，那操心！打野找个牢坐一下吧，打野，你带个风旗是什么打法？看到没看到？小姐，我觉得你长得挺漂亮，咱们能不能来个中，来个搭档，黄金搭档？可以啊，就是我陪你一起播吗？我们俩一起播。固定的呗。我现在怕你是个肥宅，现在。你是受过网恋的苦吗？我遇到过很多小姐姐，是她是肥宅。你是肥宅吗？我不是啊。你怎么要证明你不是、啊？就是这样。证明，那个比心动态上面有我的视频。比心动态有你的视频是吧？嗯。你的比心动态是多少？我看看。53008976。53008976，直播间十九个观众过去看一下，这个小姐姐视频长得怎么样？谢谢大家了，谢谢你的十九个粉丝。粉丝不多，但是是一份心意。这把对面可以够用了，够用了。这把对面这一个比一个肥，可不是吗？谁顶得住？我看这打野抢东西有一手啊，怎么感觉跟对面打野打架不太行呢？啊，你谁呀？不敢了。我操！你看这个鳄鱼，他不跟我打，现在他打不过，不跟我打。怕了，他怂了。你们是打不过，一直打。我溜了，回家了。我来守一下塔，我来了。你咋又掉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小姨怎么又掉？不好意思，可能过年了。你光说不好意思不行啊，小姐。我跟你打游戏，我连输两把了，上把赢了还输了。那你需要给我差评吗？上把赢了还输了？上把也输了，小姐，咱们俩打游戏输两把，你还好意思收我钱吗，小姐？钱我也不要了。不，我带你。老板也不差钱。我操！那你要什么？
这怎么打？这他妈谁也顶得住？我操！不是，你是输了游戏，赢了我。那你给我发点视频嘛，我看看。好好，可以。这打野拿了个头能干啥？他啥也不行。不错。嗯，视频。不错，好的好的。我去给你找一个。我找一下哈。你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嗯，我就你的视频还要找呀？对呀，那我肯定要找一下。我找到了。可以收到吗？兄弟们喜欢这个小姐吗？喜欢的朋友扣个一，不喜欢的话扣个小二。想要我跟这个小姐再打一把扣一，换的话直接扣二。Score desk， 好腿，这是你啊？嗯。怎么样才能证明是你呢？就是我呀。你可以看出来的吧？这是你啊？我用网图干嘛呢？可以有吗？嗯，怎么了呢？你就一个视频啊？哦，我就是因为最近我也没怎么出门，就一直在在笔记上面接档或者打游戏，所以说都没有化妆，就没有怎么拍了。真的吗？嗯，真是我啊，我骗你干嘛？你可以来我直播间。可以啊，你在哪里直播呀？我在斗鱼直播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过来。你来斗鱼看我，小姐，我在直播。嗯，好。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房间号。我的房间号是斗鱼312212。嗯，好的。嗯，53008976啊，这小姐的 ID。你是智勋吗？我是智勋吗？啊？哎，好像是有点像哦。你这个绝逼是网图，信不信？嗯。我这不是网图，加个微信吧，好吗？来，加个微信，我看一下是不网图来。还可以，我发给你。行，你发给我，我看看，我到底要验证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替你们验证一下，好吧？嗯，跟你说了，不是网图啦，不是网图，哼，你发我，我看看，嗯，你这是真的吗？一般微信不会骗人啊，我看看，加一下好友，微信有时间的，有时间的，嗯，行，嗯。哇，真的是，我来看一下。你叫 LUU 是吧？嗯。好，我先讲你。嗯。哎，我是我微信的话没有1400下不来了。哇。哎，不过智勋不是说是那个跳舞的主播吗？我跳啥舞？英雄联盟吗？
我跳之前，我看斗鱼的时候，主页不是有推荐吗？我点进去全部都是什么？就是每次都是不同的女孩子跳舞的视频，就是你都在看。我们俩现在微信偷偷视频一下，敢不敢？现在是吗？明后天是吧？我今天没有化妆，你可以看看朋友圈日期吗？我要看你化妆，我不用看你化妆，素颜是最美的，就看一眼。他们不给看，就我们俩偷偷。明后天吧，行不行？啊，明后天，明天吧，明天吧。你明天跟下次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你最起码也让我收拾一下吧？那我跟自己喜欢的主播视频，我不得稍微收拾一下吗？对不对？那我等会儿去化个妆，好吧？你说的，我12点之前我等你，你敢吗？可以，我等会儿去化个妆，然后我拍个视频发在比心，好吗？那你这个骗人啊，小姐，我都加你微信了都。啊，也可以，那我等会儿先去化个妆。你别骗我，你等下。我们聊完之后你就不理我了，那不行啊！不会不会不会，怎么会呢？大概几点我等你？大概几点？你几点下播呀？行，兄弟们给这个小姐姐点个关注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我，谢谢我。等一下你发在比心动态好吧？我看看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可以自己拉一波吗？那你打一波广告吧，好吧。好，就大家过年了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所以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比心 ID 呢是53008976，我叫倩倩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抽点小礼物吧，好吗？大家新年快乐。